早晨。早晨啊，今日咧系要做一件好紧要嘅事嘅，就系准备进入呢一个披荆斩棘的哥哥二。今日需要执劫、执行李去报道嘅。咁啊，一早起身，早餐都唔食啦，执好嘢先。鱼底衫，面，好似系。4日3夜嘛，系。四日三夜，即系要带15件衫啦。1、2、3、4、5。4日3夜带5对鞋，差唔多。好啦，行李咧就執曬啦，咁啊今日咧就準備交行李啦。呢個行李就係我嚟緊呢幾日嘅需要用嘅嘢，咁啊有啲緊張噶，未認識曬31位哥哥同埋節目組嘅所有嘅工作人員啦，咁但係我相信好快就會同佢哋熟噶。咁啊，好啦，再見，我交行李啦嚇，拜拜。鏡頭後面有50多人喺度噶，拜拜。拜拜，我留言真啲啊。好啦，拜拜，再見，拜拜。